还有护理组的学员啊。老师别忘了，下面还有一组哎，还有一组叫种鲜花给你的。皇后护体舞的美女们，她们也带来了一束鲜花以及一份礼物要送给我们 Lady Lin 老师，还有来自香港的老师哎，来自福州的美女都有美女拿回送奶奶哎，我们也非常进行我们的七蛋糕仪式了，对吗，老师？